身体啊，就是不应该生起欢喜心。若生起欢喜心的话，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啊，自迷痴狂赌，五虎瞒天下，就讲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作者啊，就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的可怜的人，全部都，这个应用了一些这个无名烦恼的这个毒水，最后呢，就是不能醒悟的这种陶醉当中，同时呢，也做上了一些，执着这个石油的，生气贪心等等，以这样的这个魔王呢，就是已经这个参照，已经招募了，就实践的这些人的话呢，真是说，这个全部是这个精神颠倒啊，就精神不正常的。我们这个实践当中有那么多的众生呢，就全部呢，就有四种颠倒而被娑婆咒，就也就是说这个常乐我净吧，就是本来不是常有的事物呢，就认为是常有的，不是快乐的呢，就按就是执着为是快乐的，不清净的呢，就执着为是清净的。
韩宁未见过，韩宁未见过，一如生眼里，弃了，或百过，从在韩宁城。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平时，见到一些这个石头林呐、就是见到这个骨头啊、人的尸体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骨架等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产生恐怖，产生严厉性。很多人呢，就看见别人的这个尸体也好，或者是自己家人的这个尸体啊，就有些韩地城市里面，就是现在去往石头林的机会都是可能比较少的，但是呢，就经常。就是遇到这个死人的尸体呢，就是还是多的啊，就是亲戚死了，就是很多人这个死了以后呢，你就就会有这个看到这个尸体的这种机会。那么看到尸体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是哎，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你看人动都不动的，就看了之后呢，就是大家心里面就是又有一种恶心，就是也有一种恐惧之感。就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的话呢，一般来讲那个就看见这个尸体不害怕的人呢，就是男男女女当中都是没有的。就是见了这个尸体以后呢，就是大家都就是愿意就是逃，就是不愿意呢就是接近，就是这是就每个人的一种这个向往。其实我们就是用自这个详细观察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么回事喜欢呢，就是喜欢呢，就是这个具有生命的、具有活动性的这种这个固所的这个人的这个城市啊。略说和光说两种，就是首先是这个略说，夫子尼古圣呢，不出无处不可得，今生主尘恼，必是遭遇难。
那么这样的这个不清净的女人的身体的话，那就是没有一定的资本呢，还是这个得不到的。为呢就是获得这个女身呢，就寄生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辛苦，但是呢就是受那个地狱恶鬼盘生等各种这个痛苦，就是这也是相当可怕的。生财力，即将增享了，财吉，数见金啊，就数见金，水脑愈合为。他这里就我们这个孩提时代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钱财，就是所以呢，就是享乐的这个机会没有。然后年那个就壮年的时候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一直忙忙碌碌的开始积了这个财产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没有时间就是享乐的这个机会。人老了的时候呢，就更没有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精力就是不充足，就是所以呢，真正就是用智慧观察的时候呢，恐怕世间人也是表面上看呢，就是好像这个享受这种世间的这个娱乐，但是呢真正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来去剖析的时候呢，就是恐怕也不多。
亚的都已被下人，白日捞你鸡，夜归金弃山，深入四十年。那么大多数的就是被这个世间的这种贪欲所束缚的欲望就是积极强烈的这些背下的这个人们的话呢，就是白天呢就是忙着这个工作，就是就精疲力尽，然后这个晚上归回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身体已经变成了像那个尸体一样的，就是倒在哪里就特别的这个痛苦，所以呢就真正这个享受安乐的这个机会呢，几乎这个世间人的话那就是没有的啊，就是世间人是没有的。很多人可能这个在家人呢有这种这个感觉吧，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个劳力劳动的话呢，就是那整天都是在这个就是那里这个打工啊，就是在烈日下，就是在这个雨水当中啊，就是一直这个打工，最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力气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没有了，就是然后这个晚上这个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每天累的就是不得了，就是最后连这个吃饭的这个兴趣都是没有，就是在这个床上衣服都不脱而这个睡下去了，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这个在藏地汉地都有这个很多可怜的这些在家人，真的就是看起来也是特别的这种就是伤心，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恐怕是也是就是好几个小时呢，就是在办公室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一直思维思索，一直呢就探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就像变成这个尸体一样的，就是那这样的话，现在世界当中的很多人的这种这个经历呢，表面上看呢还是比较这个有这种这个往生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还是大家都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可怜，所以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实践人呢就是过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就是获得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大家应该就是这样理解，或许赴他乡长途觅辛劳，虽与会教其中年不相见。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家人的话呢，就是这个家人呢，就是需要就是就是长途跋涉的，就是要这个去往这个他乡啊，就是去往他乡。那么这样过后的话呢，就是虽然就是愿意就是跟自己的家里人呢，就是欢聚一趟啊，就是一直常常呢，就是吵吵蒙蒙，就是坐在就是一起的。可是呢就是这种机会呢，就几乎都是没有的。就是甚至有些呢，就是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是见一次面的，就这种现象也是有的。Om Mah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n